是娱乐公开了一位新练习生崩米的照片，对方因外貌神似张元英，立刻在韩网上掀起热议。据悉崩米近期才加入公司，但早已在 IG 上拥有不小的人气，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曾看过他的相关影片。不过由于他成为了练习生，因此目前 IG 账号已经关闭。崩米的照片公开后，精致的外貌获得网友大赞，纷纷留言表示他看起来就像是张元英和秋天的结合体。此外崩米与妹妹一同拍摄的影片也随之曝光，虽然影片中他与张元英的相似度比照片来得低，但仍看得出他出众的外貌。从影片中推测，他似乎担任了童装模特，为品牌拍摄了一系列影片。虽然年纪尚小，但面对镜头毫不怯场，展现了自信的态度，让网友们都很期待他未来的成长和发展。